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魏忠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北股市大涨100多点，请问有谁不知道今天台股会大涨的？你若有看我的节目，你若涨啊，你若前天你有大前天你有看节目，你都知道对不对？上礼拜我已经跟你预告了，为什么可以当你的靠山？因为我可以让你看到未来啊。那我怎么让你看到未来？就是明仔载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后礼拜要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今麦就要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嘞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台北股市走多头还是空头？够有人戆甲讲伊老师是空头，那你就不要买股票。它叫做多头，你就不要预设立场，绝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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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预设立场。顶礼拜有人甲讲啥？不，前两天有人讲啥？哎呀，台股台股在跌呢。我跌是要给你买啦，如果拉回就是给你机会上车的嘛。我有每天跟你买股票无？我昨下有跟你买股票无？我前天有跟你买股票？我大前天有跟你买股票无？啊，借问你敢有买？你只要看我的节目，你拢知影爱买股票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啥？昨天不是放假吗？那放假没关系啊。前天、昨天我跟你讲什么？昨天你看，你看我节目重播也是一样啊。我跟你讲啥？我恭喜啊！外资要归队了，总统大选来了。我问各位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今天会大涨？今天涨100多点，我需要歌功颂德吗？哎呀，外国股票涨停板，你看我多厉害！我讲这要从啥？没有意义啊！我要告诉你，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才是你想要听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为什么？来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老师，总统大选来了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有谁在台北股市在最低点的隔天跟你讲年底之前会引爆大选行情？我问各位，我是都跟你讲的，我在这里跟你讲的啦，我人家都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老师跟母婴跟母婴有什么要看我的节目，对不对？重点不是这啦，重点是因为大选行情要引爆，所以历史推估怎么样，台股选后更会涨。那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选后更会涨？今天所有报纸都在讲这个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师有没有讲？来，大家不是说台股选后更会涨吗？为什么？来，我得写你后面嘛，你都知嘛，元月行情嘛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有嘛，有嘛哦。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过去三十几年来。第一季上涨的几率最高，上涨的幅度最大，也就是最好赚股票最标的时候就是第一季。你第二季没谈，第三季没谈，第四季了更没谈，都没关系，你就谈第一季就好了。一整年你都不要做，你就做第一季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季最好赚，第一季上涨几率最高。你怎么知道说老师啊，一年有四季，哪一季我去买股票最适合？就是第一季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可能是跌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一季上涨的几率是最高的，而且它的幅度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人也会把我讲的话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嘛？有没有媒体是跟你讲什么？哎呦，这十五年来哦，圣诞节后面两个礼拜上涨几率高达七成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上礼拜台股有没有涨？好，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礼拜没有涨，那圣诞节过后的第二个礼拜就会怎么样？一定大涨嘛，对不对？把旧期迷嘛，在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每天讲？哎，这是后十天哦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后四十天上涨的几率有多高？高达接近九成，你知有没有？那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讲？我一开始有没有就告诉你的？人家在跟你讲说台股想要跟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谁不知道的？如果你通通都已经知道了，我问各位，你会不会去买股票？老师啊，想买，不用看，我看你的我都知道明天要买股票，对不对？请问你要说，你去买股票的，今天你开不开心？你高不高兴？大涨呢，大涨呢。今天大家都说啥？就是我上礼拜跟你讲的，就是我前几天跟你讲的东西啦。台股元月行情启动了，利多连发。哎呦，老师，外资归队，来。昨天之前我就跟你讲了，半价钱我就跟你讲啊，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所有的东西都讲在前面啊。今天大家说啥？台股元月行情启动，有没有？
台股行情烧，元月抢红包，为什么？因为元月行情启动。现在你都知道，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要买什么啦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为什么指数它还有机会，还有条件在喷出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啦。你要去想一个东西，为什么台币不断的强升？代表什么意思？冲到二字头呢？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热钱一直不断的涌进来。那这些热钱如果一直不断的涌进来，会怎么样？这个叫做资金行情，这叫做资金大海啸，台北股市就一定会大涨嘛？你去想个最简单的问题：为什么大股东、董事都要买股票？为什么中华邮政准备200亿的银弹准备加码？为什么退辅基金也准备200亿银弹加码？为什么和固华银又准备了200亿要加码？为什么劳动基金准备1390亿要买股票？难道他们都疯了吗？如果他们没有疯，你就知道未来的行情有多大。当你知道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你就要做什么事情？跟着买，安尼就对啊。为什么？赢家在做什么，你就跟着做就好了嘛。那我问各位问题：今天涨100多点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今年开红盘第一个交易日就大涨100多点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。那去年大家都跟你讲什么？明年续走多头，明年台湾半导体冠全球，明年上看16000。我问各位，之前大家讲的明年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现在的嘛。那既然我们现在是多头，这一年要走多头，今年要冠全球，今年要上看16000，那你就要买股票啊！哎呀，老师啊，你即马叫我买股票，敢会收慢？拢起个价对唔对？拜托的，我是即马才叫你买吗？我即马叫你买，无唔对，我是自头到尾拢叫你买，我直接叫你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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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买。我是不是叫你买？我老师啊，你免用币，用币无准呐，用币大家拢嘛会晓，大家嘛叫我买啊，对唔对？来。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，证据在哪里？拿出来嘛，证据在哪里？最低点了，全市场最低点，我叫你买啦。第二次最低点，我叫你买啦，有没有？第三次最低点，还是我叫你买嘛？就是这三摆嘛，这三摆嘛，这天、这两天、这天，加拄好，歹势就才拄好。你家一看，对时间、对时对价、对时对价、对时对价，你去想那个时候多悲观，我在讲什么？捡便宜的机会，这两天没人敢买，我们买了又买，利用大的机会开始大买。请问我讲了什么？然后后面在这里，我跟你讲什么？震一下就会喷出。有人说老师你神经病哦，还喷出啊？有没有喷出？你自己去看嘛。这里大跌的时候，跌100到1000点，我们还在买股票。好，原因我就不解释了哈，你都知哈。然后。这里在整理，我有跟你预告会整理洗盘，谁叫筑底一段时间，然后筑底完会喷出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知道它会喷出整理，你会不会怕？你不会怕。老师，重点是什么时候喷出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？你连它什么时候都要喷出，我都已经跟你讲那么清楚了。我问各位，你有可能赚不到钱吗？你再赚不到钱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赚不拢，光会掏钱啊，对不对？那原因跟理由我就不赘述了哈，我在讲这些都没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全球央行的宽松比重是10年来最高，那难道台北股市不应该飙到历史新高吗？当然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资金狂炒，只要央行没升息，资金行情就会来。我每天在强调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好，今天你发现一个发生了，川普如果要连任，他需要听话的 FED， 那万一今年又降息嘞，好。这个还没发生。好，我上礼拜再强调一件事情，李克强已经预告要再降准了。好，今天你都看到了，报纸一打开都有了，人行降准放水8000亿人民币。那八千亿人民币是多少台币？3.4兆，放水3.4兆，又把钱撒到市场上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说台北股市会不会飙翻天？我要告诉你哦，为什么央那个人行放水3.4兆？你想一个东西哦，它的经济没有台湾好，可是它放了3.4兆的钱，最后会怎么样？有一部分一定会跑到台湾来。那你说台北股市会不会喷出？我只能告诉各位啦，证券化波鱼了，买股票的资金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，外汇存底嘛创下历史新高了。你说台北股市会不会飙？再加上我之前跟你讲的这些利多，
你就是要买股票啦。啊，老师啊，啊，重点是要买啥，对不对？你敢有跟我讲？你敢有预告？你敢有预告？你敢有预告啦？来，我还需要再跟你解释我们赚多少钱吗？十张三七万。哦，一百张370万，我摊阿要起笑，对不对？我当时跟你讲的，老师，你敢有预告？你敢有需要一张一张翻？我不要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用一张一张翻哦，你都知道哦，来，你都知道哦，我当时跟你讲的，老师，你敢有预告？你袂当标起来，你才跟我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，你敢有预告？麻烦导播，不行啊，不止带你买联雅哦，我还带你买了三只股票，它叫做井喷大风暴，你一定拢知，你怎啊拢知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买这只股票？为什么买联雅？5G 嘛，那为什么要买这支 5G 的资金嘛？修嘛灾哦，有些人都猜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老师 ，5G 的资金哦，那哪一档股票？哪一档股票？讯芯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讯芯？是不是讯芯？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？来，不用盖的啦，讯芯啊，6451的讯芯啊，你改看哦，双底对不对？为什么老师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很简单嘛，这里是不是连续两次收脚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办法确认它是最低点，但它上来之后再打下来，有没有又来测试，结果拉起来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里是不会破的嘛，它这里跟你讲它不会破，这里它又跟你讲不会破，那这不是起标点吗？双脚底部双脚确立，它叫做起标点，新的 5G 井喷大风暴，它准备要狂飙了。欢迎到我要现场，请问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赚到钱？你一定赚得到嘛？我需要一张一张翻吗？不需要嘛？你问老师，为什么你要买新的 5G？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敢有想要买起一杯的三九阳？我节目上公开跟你叫你卖的哦，在这里叫你卖的哦，包抓包新包新好新哦。那难道你现在要去买前顶吗？标157%，他跟你们起笑啊！我再强调一遍，我节目上有没有公开预告你要怎么卖？我还教你怎么卖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你发生什么状况，你就一定要卖。你敢有看过这种节目？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今麦我叫你买九阳，你敢要买？今麦我叫你买前顶，你敢要买？你当然嘛卖买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买啥？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？包含宏硕、标三基涨停板，我叫你从啥？我叫你出清啊，获利出清，有够爽的。有啥要买？有啥要买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如果我今天从头到尾，你都知道啦，我每天都叫你买股票，可是买股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啦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叫你买股票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叫多头嘛，只是有些傻瓜认为它是空头，那我没办法哦，有没有？哎，我没多啊，讲的听的讲的懂的就讲的懂啊，讲不懂真的没办法，他们要空就让他们去空，反正就是多头，对不对？可是回过头来，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叫多头，都知道要买股票，那请问你各位一个问题啦，我如果每天都在叫你买3年前的股票，1年前狂飙的股票，上个月叫你买的股票，请问你告诉我你赚得到钱吗？为什么你要看我节目？我会告诉你未来要买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顶也好，九阳也好，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宏硕要叫你卖掉的原因嘛，我才可以买新的，而且我买新的股票一定是底部的股票，有没有？它为什么会飙 5G 嘛，同样的道理，联雅你一定也知道了。我跟你讲的是在哪，我当时怎么告诉你的？小心一路飙到外太空，专市场敢那我敢讲，我不只带你买，我还带你加码，我不只带你加码，我还一张都不卖，跟你分享两次了。啊，老师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预告，你跟我预告，麻烦导播 VCR， 我呀，未来的超级巨星，我不只买，我还加码，而且我还一张都不卖。哦，我们今天不卖关子了啦哈。我第一次跟你分享的时候，联雅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明年大爆发，一路飙到外太空。好，然后底部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谷底？大波段的谷底起标点，联合作战。我不只买，我还加码。因为什么要买？谷底，目睭可以凊彩呗。新的5G， 好来，我昨天又再跟你分享一次，我为什么要再继续加码？我为什么要继续加码？即将要引爆了，要飙翻天了！我一开始就讲要飙到外太空，要引爆了。欢迎到回到现场哦！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有谁没大赚的？有谁敢跟我像我一样讲的那么清楚的？我叫你买哦，我叫你加码哦，我叫你个一张都卖没哦。来，这是上礼拜，这是前天飙到前天，昨天放假嘛，64块嘛，买10张现赚64万，不含加码单。你说今天联雅咧，联雅还在飙呢，还在飙呢，还在飙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诶，我如果每天一直在跟你讲这些，有没有意义？你赚得到钱吗？你还是赚不到钱，为什么？因为
如果他已经飙了，我还在叫你，我还该跟你讲说他是飙股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去买吗？你会想买吗？请问你会想买吗？就算他很会飙，你也不敢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简单嘛，我跟你分享的，你一定知道嘛。2020年超级双霸天嘛，我有没有事先预告？我有没有带你买？我的传你买这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有没有人讲在前面的啦？5G 天王啊！哎，老师啊，你看你跟我讲的讯芯5G 十张赚37万，你跟我讲的联雅十张赚64万，啊，搁咧标还有加码单，还都不用算，那我都没赚，那怎么办？ 5G 天王，来一进到底，哪一档股票？台骏。我们老师想来一个 5G， 来，我让你看哈，不是股票飙了才跟你讲喂。才要买齁，为什么要买？我为什么要带你买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带你买？6269台骏，迎接 5G 时代，聚焦 PCB 族群，这一档股票叫什么？我有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讲了？我有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讲了？我为什么要带你买这只股票？行不行？台骏是不是底部？哎，我在强调一遍了，我跟你讲完了，隔天是长黑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看你没准，你给他介绍股票竟然长黑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那你要不要买？我有买，你要不要买？我有买啦，你要不要买？我已经跟你讲了哦，2020年的超级双霸天的台骏5G 天王，伊就是要飙啊！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敢会飙？借问的啦，我给你介绍，保证一定买得到啦吼。讲完隔天是黑 K 棒，请问买不买得到？一定买得到嘛，对不对？想嘛，怎买得到？买条过，哎呦，老师买下去好感，还赚不到钱呐、啊！来，隔天涨4块，今天涨停板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有逐天叫你买股票无？你讲老师，我唔知影要买啥啊？我有给你介绍无？我有没有跟你分享？我没有跟你分享啊？请问你告诉我赚不赚得到钱？你别再跟我说你赚不到啊，这样有涨停板吗？为什么会飙？ 5G 天王嘛，你也知道嘛，我有说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赚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 我跟你推荐联雅，你没赚10张64万，我又给你推讯芯10张赚37万，现在我跟你说台骏，台骏有个涨停板，好不好赚？那你问老师没赚怎么办？我再强调一遍，今天你一定要来，真的一定要来，新的翻倍标股，如果你都没赚到，那你这一支股票你一定要买，它叫做极限闪电，未来要复制它，取代它，甚至超越它。老师啊，你讲鬼话，不到底复制谁啦？复制超越谁？到底要超越谁啦？甘蔗，甘蔗，啊，这个十张嘛才64万，你要超越，我有路用。过去有前顶，未来有他。阿雷，你敢怎想？我不想指名道姓了哈。为什么我会叫你去买前顶？为什么后来我要叫你去买联雅？为什么后面我要叫你去买讯芯？你一定很清楚，因为5G 是2020年的重头大戏。来，我最早跟你分享的闪电一号晶测，为什么它会飙？它5G 嘛，5G 嘛。一飙啊，再拍，飙啊，再拍，狂飙呢！买十张赚1274万，我家伙受苦，老师买十张赚1274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吗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老实讲啦，晶测我觉得它的空间还怎么讲？叫你买也不是，不叫你买也不是啦。来，大家拢在讲啥？大家拢在讨论晶测啊，对不对？今仔日大家拢在讨论晶测啊，哇，5纳米出笼，晶测先赢，受惠5G 智慧型手机在2020年进入出货爆发期，所以会带动谁？那你要不要买？你要不要买？我今麦我真正买不落去，恭喜仔，我真的买不下去了。我看好，我也买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已经狂飙狂飙1.7倍嘛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当时晶测飙起来的时候，我有没有介绍前景给你？我说它要怎么样，狂飙157%。我跟你讲什么？超越晶测新风暴。请问它有没有超越？老师啊，它没有超越呢。可是它大涨157%。我说你好，没超越没关系。过去有前顶，现在有它，未来有它，它叫做极限闪电，未来要复制它，取代它，超越它。超越谁啦？超越晶测，
狂飙十张1274万。如果你没有赚的，如果这一支赌矿未来要复制金策、取代金策、超越金策，你要不要买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股票就是这支股票，摕到就是你的，拿到就是你的，你不用客气哦，你真的不用想太多哦。你今天打电话来，你会拿到这支股票，它叫做极限闪电，请你买好买满。你想要买较多，你唔通阿公买十张，老师啊，我买十张赚1274万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若知影买十张能赚1274万，你会买十张而已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买一百买十张，你买100张、买1000张，你都敢买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你要有那些钱。所以前提来了，如果未来他要复制金策、取代金策、超越金策，请你买好买满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，你只要有来的，今天不传声哈，你只要有来，直接跟你讲。极限闪电，买好买满，准备要飙翻整个市场的极限闪电是哪一档股票？今天直接告诉各位，跟各位分享。还没大赚的，今天你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把电话拨通，把这支股票带回去。还没大赚的，请你把电话拨通，赶紧来，不限任何名额，电话拨得通，它就是你的。打电话进广告。2020股票必赢，1888帮您旺一整年，让你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。致富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0股票必赢，1888帮您旺一整年，让你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。致富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Check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，有家族病史更应注意。Check 改变生活形态，规律适度运动，均衡饮食，耳朵三少，戒掉烟与酒。Control 真患病，听医生的话，早晚量血压，抗制药达标，对抗沉默杀手，谨记血压三 C 管理。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。如果未来的行情还很大，你要不要买股票？当然要买嘛。那要买什么？买未来的主流，就像我跟你讲的联雅有没有狂飙10张赚64万，就像我跟你讲的讯芯10张赚37万，你跟我会谈不？这个你都知道，不用再赘述，连台骏你都知道了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我只是叫你买讯芯，我只是叫你买联雅而已吗？如果主要涨了我才叫你买，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啊。我有没有跟你分享新的？我有没有告诉你2020年要飙什么？世纪天王你敢知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来，好，我就带你买这支啦，它叫做兆利啦，我也不想盖了啦。来，是不是在这？是不是转强翻多，站稳颈线了？是不是站稳颈线？是准备要喷出了？而且我跟你分享的股票，你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，一个叫做兆利世纪天王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买不买得到？保证买得到啦，我给你介绍股票，你隔天再去买，请问买不买得到？买不买得到？欸，不是跳空涨停板，老师，那人介绍股票都跳空涨停板，我哪有可能买得到啦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我给你介绍股票，请问你买不买得到？买不买得到？你随便买，你想什么时候买都没关系。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大赚？请问有没有飙？来，今天，
哦，警察波涨停板呀，哈，狂飙再创新高，请问好不好赚？我不是每天叫你买股票吗？老师啊，你每天叫我买股票，到底要买啥？我敢无跟你讲，我是每天叫你买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拢知影要买啥？是安那你无赚？我嘛感觉足奇怪，对不对？真好赚，你不爱赚？2020年的世纪天王没有赚怎么办？我再强调一遍吼，你今天一定要来啦，极限闪电。未来要复制它，取代它，超越它。过去有前顶，未来有它。老师，它到底是谁？前顶狂飙157%，当时我告诉你它要超越金车，结果没超越。虽然没有，至少它也大涨157%嘛。那过去的前顶你没赚到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过去有前顶，未来有它，它叫做极限闪电，未来要超越它，要复制它，要取代它，要超越它，超越金策，你要不要？今天我是有准备，你现在没时间看齁，来，这金策大涨。大涨1.7倍，如果你没赚到，你现在要买这支股票，买好买满。如果买10张可以赚1,270万，那你要买几张？你自己决定，买好买满，准备飙翻整个市场。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不限任何名额，电话开通，一就是你的，打电话，祝各位收视率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